难人员围绕蓝色购物车绞尽脑汁，如何用最快速度把驾驶给安全救出。先是拉水管，将车内漏油给清除，好方便救援。从数据上来看，救援人员原本打算从前方加驾驶员救出，有人试图将车门打开，同时间有人用手将驾驶悬空的脚给抬起，怕一个重心不稳。另一头，连拖到业者也自动加入救援行列，急拉拖绳不让车移位，同时安抚驾驶情绪。无奈强力撞击下，车身变形几乎粘成一块，这让驾驶身形较为壮硕，卡在车内根本动弹不得，最后决定从后方抬出。看看脱困过程，受伤的驾驶夹在车内，尽管动弹不得，却还是意识清楚，能够遵照指示不随意乱动，保持正确姿势，直直过去帮三家走上就可以了。好，然而经过十多人全力抢救脱困，受伤的驾驶在送医后却还是因为全身器官多处破裂，经过两小时抢救伤重不治。一名公路总局台东公务段47岁的陈姓养护工，因为连日大雨，23号下午开公务车巡视道路积水状况，却在行经台十一线富光路段时失控撞上对向的车道桥墩，人卡车内送医抢救不治。究竟什么原因失控？是否评估因公殉职？目前警方已经介入调查，也提醒民众天雨路滑，无论开车骑车都得谨慎小心。谨言静语台东报道。